学得不错，肉眼看不到，能得到飞狼的夸奖，真是不容易啊！狙击小组在9点钟方向的高处，抓捕小组在11点钟方向那条小路附近的灌木丛，火力支援小组在12点钟方向。 那个山头的斜角，你看过我的作战计划，我从不干坏规矩的事儿。那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你忘了，你手下的骨干，我培训过。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泄密了呢。哎，你干嘛来了？上面是怎么说的？ 说你来观摩我们这次行动啊？对，我就是来观摩的。门儿都没有，看我干什么？门儿都没有？你是来挖墙脚的？行了行了，别激动，解放军和武警。 有什么发现？没有发现异常。注意观察。 根据情报，他们已经离我们很近了。他们来了，准备干！
干嘛？我知道你想要谁了。我说过，我不挖你的人。你呀，太鸡贼了。好你个老薛，聪明人。那条狗，黑龙，冠军犬，我看上了。你挖走我的狗，训导员就得一起被挖走。你真正看上的是谢思潇。我可没那么说，你就是这么想的。我告诉你，狗是我的狗，人是我的人，你一根狗毛都不想带走。老徐，何必呢？毛都没有，毛都没有，毛都没有。都没有，借吧，我不会害你的，熟人。喂，哎，是，司令员，我是谢必成。啊，我明白，我保证，要狗给狗，要人给人，你还有什么吩咐？好，明白，再见。我说了不会害你吗？为什么我每次见到你都这么倒霉啊？你总挖我的心头肉啊！行了，老薛，解放军。武警，咱们是一家人。你是怎么搞定我们司令员的？这不是我搞定的，老薛，我没那么大能耐。但是这件事情非比往常，我确实需要那只狗，还有那个人。什么？你狼牙又出什么幺蛾子了？啊？要组建狗狗突击队？我现在已经不在狼牙特战基地了。那你在哪儿？以后你就知道了。现在，我要和他谈谈。很美了，飞狼教官，你怎么来了？为你而来。别逗了，到底什么风把你吹来了？真的是为你而来。怎么，你们狼牙特战队看上我了？我在武警可是带男兵的，你们那是女子特战队，我不去。谁说让你去参加女子特战队啊？怎么，难道现在狼牙有女干部当队长了？口气真不小啊，能不能当上队长得看你的表现。但是真的不是狼牙特战基地。那是哪儿啊？你现在还帮别的基地挖人？陆军航空兵飞虎突击旅，
你没开玩笑吧？你让我当飞行员，我都多大了 ？PG， 听说过吗 ？PG， Rescue Jumper， 空降救援战术突击队，负责战时坠毁飞机的飞行员搜救工作。没错，知道了吧？啊，我知道了，你是需要我和黑龙。黑龙可是难得的全能冠军犬，而且擅长搜救，真的。这我当然知道。来不来？来啊，太棒了。那我们可说好了，比你现在可艰苦多了，能行吗？我知道，我没问题，我怕什么呀？成交。拉钩。空降救援战术突击队，我来了。这个疯丫头！快来，我们上天了！妈，她是个女的吗？她不是个女的吗？我们一直认为她其实就是个男的，投错胎了，她一定是个男的。有些事情是天生的，和性别无关。